婴儿会动哎、欸。婴儿废话。哎、欸，门开了，门开了。有吗？没有啊。听到门开的声音啊？不是，这是外面有人在看。叫 Walter 去你家叫自己玩啦、啊。轮椅，轮椅。轮椅什么意思？轮椅就是放大的意思，就是。直接对焦对、哦、对小朋友啦。好，对小朋友。不要可怕的，一定要这样吗？看一下。他已经哭累了，飞出去了没？他哭累了，少装理解，他也可以继续飞下去。化妆，化妆台。大便太多，脏。化妆台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的样子哎，我到底长什么样？人模人样。镜子、对准镜子啊。嗯。如果有一个人看到这样的情况，然后他还没有觉得可怕，那那他真的是很淡定，那真的是很勇走。可是有时候因为在那个什么在恐怖片里面，开了、啊、门开了，他们常常就都还继续做很多事情。李亚宝不是门开了吗？开了，你要等十秒。为什么要等十秒？就是会延迟啊！你们看的画面就是延迟。哦，对哦，他代表你已经做了这件事，只是我们看的是延迟。我应该叫巨害我，我觉得巨害什么都不怕。因为我在玩魔灵。灯关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不用，你等一下陪我解压去玩一个那个动作游戏吧，拜托。玩什么？就像我那时候玩那个什么邪灵入侵，玩完以后立刻开始玩战国无双道。你想要恐怖游戏？还是玩恶灵古堡也可以。二十个人在玩，在看。所以大家都喜欢看这种自虐的游戏，是不是？他就是想要看。没有，他们觉得看他实况被虐很爽。看到实况被虐，感觉很爽。真的灯都没了，全部都暗的。有啊，我的 YouTube 我那时候快转就到这里就跳掉了。可是你还没看到任何东西你就跳掉了。我也是跳着看过、啊、不想看、啊、我只看到一些比如说照片会爬虫出来的、啊、那个还好，那蟑螂而已，就是看到别的东西才有趣。门开了，阿宝加油，你已经成为真男人了，朝着真男人前进吧。真男人就快了，就快成为真男人了。干日你还妈的靠背哦，我不敢看了。干日你还怎么了怎么了，干什么靠背，什么问题，什么东西，走了你走了你，你吓到我！哦，干一个人啊！干！我好累。有人呢、啊？在哪里？啊、哦，我烦了、啊！气死我了！